My beloved brethren and sisters，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现在要结束这一次美好的教友大会，我们受到了启迪和鼓舞，我们蒙受了启发，对这美好的福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本次教友大会的音乐和演讲都非常美好。 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如果各位开车，请小心驾驶，不要让任何悲剧破坏了这次美好经验。这次教友大会的所有内容都会刊登在下一期的《惊奇》和《利亚赫拿杂志》中。我们要鼓励大家在家人家庭晚会中。 再次阅读这些演讲，并全家一起讨论。这些演讲都是许多祈祷和沉思的结果，值得大家仔细思量。教友大会将休会6个月，我们期待明年4月与各位再相会。我97岁了，但我希望我能够再次参会。 我们谦卑祈求天上的祝福，在这段期间里与各位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的救主、救世主的名，阿门。